这老公没来，那赶紧把主题和鸡蛋藏起来，留着待会自己慢慢吃。背着我藏好吃的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啊，真香啊。这是高手，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老公，吃饭呢？哎，老公，特意给你做一包子，你吃饱了吧，然后我就吃点粉。你就装吧，就你那点小心思，我还能不知道？行，你再给我得了，一元了，给你了，再充一百。媳妇，这玉米太好喝了，好喝是吧？好喝。姐妹们，我们喝的这个是谷物燎原家的山药葛根玉米羹，它的配料里面只有玉米粉、山药、葛根和红枣粉，低脂、零糖、零添加，开水冲泡非常的方便，可以当个早餐、晚餐，咸水系的用来做代餐。浓浓的玉米的糯香，淡淡的红枣的清甜，营养丰富，满满的膳食纤维。现在下单呢，到手是三罐，每一罐呢是600克。再给大家送一套杯勺，链接呢就挂到了视频的下方，咱们喜欢喝的姐妹们搂一单尝一尝吧。这单好这么快呢？不管了。你藏头露尾的样子，那我就给你来个将计就计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腿这下也是我的了。都知道你会来这招。哎呀，选切面面去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还有鸡腿呢。你怎么会有鸡腿？媳妇儿，你做的饭我哪知道去？我就是故意演戏给你看，等下有你后悔。
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媳妇儿手指太好吃了，好吃是吧？好吃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个是明良家的手剥笋，他家的手剥笋呢是来自福建的竹笋之乡，吃起来呢是鲜嫩多汁，清爽解腻，有三个口味，能吃辣的拍泡椒和香辣，不能吃辣的呢就拍老味道。链接我就挂到了视频的下方，咱们有喜欢吃的姐妹们，赶紧去搂一单尝一尝吧。哇哦，不错呀。媳妇儿怎么回事呢？我操！这你别笑，一会儿。哎呀！这鸡腿可真香！哎呦我的妈！想用筷骨头来套路我？老公，吃饭了。来了。老公，金盆银盆选一个吧。金盆银盆。这骨头漏了，你这意思当我这里有肉呗？这肉给你吃啊！啊，我吃这个。哎哎呀，面条鸡蛋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还想套路我？待会儿你就啃骨头吧。媳妇儿，这玉米粥太好喝了，怎么喝也喝不够。好喝是吧？好喝。趁着活动我又给你囤了。姐妹们，我们喝的这个是山药葛根玉米羹，它的配料里面只有玉米粉、山药、葛根和红枣粉，低脂、零糖、零添加，开水冲泡非常的方便，可以当个早餐、晚餐，减脂期的用来做代餐。浓浓的玉米的糯香，淡淡的红枣清甜，营养丰富，满满的膳食纤维。玉米羹来活动了，现在下单49.9米，拍一发四，收到货呢，两个罐装。每罐呢是620克，再送两个袋装，每袋呢是500克，再送一套杯勺，真的是太划算了。链接呢我就挂到了视频的下方，咱们有喜欢喝的姐妹们，赶紧去囤点吧。
哎，老师饱了，不是你吃吧。看好了，别吓到你啊！我看见了，咋的？我就一个骨头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？大鸡腿儿！哎呦我的妈！嗯，老公肯定以为拉杆放豆包里了，那偏给你放扣肉里。媳妇，今天我吃鸡米，这也给你吃。媳妇这一命太好喝了，好喝是吧？好喝。姐妹们，我们喝的这个是山药葛根玉米羹，它的配料里面只有玉米粉、山药葛根和红枣粉，低脂、零糖、零添加，开水冲泡非常的方便，可以当个早餐、晚餐，减脂期的姐妹用来做代餐。浓浓的玉米的糯香，淡淡的红枣的清甜，营养丰富，满满的膳食纤维。现在玉米羹来活动了，现在下单呢，49.9米，拍一发四。咱们收到货呢是两个罐装，每罐620克，再给大家送两个袋装，每袋500克，再送一套杯勺，太划算了。链接呢我就挂到了视频的下方，咱们有喜欢喝的姐妹们赶紧去搂一单吧。趁老婆没来，先把鸡蛋吃了。让你平常老欺负我，这次给你来点狠的，给你搅拌均匀。就是这个味道太对了。先吃着我的面条，等一等。
看你准备什么时候吃。还挺沉得住气，挺扛饿。媳妇，你不吃面呢？一会儿凉了。老公，你别着急，你先尝尝这当烤，怎么样？嗯，好吃吗？好吃。你再尝这个味儿。嗯，那个好吃，觉得什么蛋糕那么好吃？没什么吧？没错。姐妹们，这个纯冻丝绒蛋糕啊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它口味呢有很多，特别是这个红丝绒和这个葡萄味的，我超喜欢。外面呢是一层巧克力，里面是满满的夹心儿，吃起来呢酸酸甜甜，一点都不腻。关键是这个价格划算，超市呢一小盒六枚装13.9，咱们家呢是一大箱17枚装，只要19.9米。链接呢我就挂到了视频的下方，咱们有喜欢吃的姐妹们搂一单吗？这个真的是太合适了。哇哦，不错呀。老公，你没吃饱吧？这个面也给你吧。哎，我吃饱，吃饱了，跟你吃。哎呀，你跟我还客气啥？你就吃吧，你就吃吧，别客气了。咱俩还客气啥？这下可完蛋了。快吃啊，给我凉了，快吃。这你别笑。嗯？老公，你咋了？我牙疼。有病吧你？哎呦我的妈！老公，今天你选。哎，我这还没说开始呢，你就你不选了？不选了，你吃水果吧。不按套路出牌，还没喊开始你就开始想，你不要后悔啊！不后悔。我先吃点小零食。真香啊！哎呀！媳妇家蒸蛋真好吃，好吃是吧？好吃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个是回味一梦家的鹌鹑蛋，这一盒里面有40个左右，有五香和盐焗两个口味，咸淡适中 ，QQ 弹弹，特别入味，还不用剥壳，一口一个，太过瘾了。链接呢我就挂到了视频的下方，咱们有喜欢吃的姐妹们搂一单尝一尝吧。嗯我要吃我的水果了，这你别笑，干嘛要大猪蹄呢？哎呦我的妈！怎么样？不来不